Hello， 咁就介绍下逆风飞行啦。而家咧就系、是、逆风飞行噶，咁每一秒咧大概有十米，咁逆风嘅，咁而家用紧 MO 普通档嚟飞，咁你变到个速，见到个速度而家系十米啊，好正常噶，逆风啊飞紧翻嚟啊，咁冇问题嘅。一阵咧我会试俾你睇，用 SVO 而家试俾你睇，应该十米嘅，而家咧佢飞出嚟三米，飞唔到呢个速度，咁啊冇办法，即刻变翻落 MO 档。正常咁樣飛，你見到其實個姿態上，你見到頭先嘅嘢姿態，普通檔同嗰個SMO 嘅運動檔個姿態，飛機完全唔同。多謝各位，拜拜。